奶糖奶糖，听说了吗？国王说了，只要闯过迷宫并且得到皇冠，就能成为下一任国王。哇，这么好的呀，我也要去试试，没准下任国王就是我。你可拉倒吧，好多人去了都失败，我劝你还是早点放弃吧。有些事不去试试怎么知道呢？这是我新学的陆上游泳，你说一会儿能用上不？我觉得用不上，除非国王就想找个傻子当国王。哎这也太轻松了，我都已经在考虑当了国王后该去哪里买好吃的。臭辣条，看把你美的，一会儿我看你怎么哭。你看这是不是我刚才那个动作才能过去？除非国王就想找个傻子当国王。你别嘚瑟，一会儿我看你去哪里找皇冠。哈哈，我已经感觉到皇冠在向我招手了。咦，这个怎么过去啊？可恶，没有落脚点，突然被卡住了，能不能打破呢？也不行，我的王位没有了。哎，你说四舍五入一下，现在的国王是不是占了我的位置啊？